大火涮煮 ，PQ 肉香搭配锅中酸菜，去腻增香。这一锅暖乎乎的酸菜白肉锅，不止让老饕欲罢不能，就连政治人物也爱这一味。相关的行程就会由双方的幕僚来进行安排哈。那自从这个消息报道以后呢，我们台中市好几家的酸菜白肉锅业者都表示说，他们非常愿意承办哈。台中的美食哦，应该是很棒的。那我们希望一起来支持。 本土优质而且安全的猪肉。瘦肉精风波后，郑文灿公开表示要邀请卢秀燕吃酸菜白肉锅，力挺台糖猪肉。卢秀燕27号透露，已经在安排中。这两天我已经请我们相关的同仁哈做一张那个酸菜白肉锅的美食地图。实际网搜台中市的酸菜白肉锅店，台中市内就多达19家。前台中市长胡志强也对酸菜锅情有独钟。2008年，诺鲁总统史蒂芬访问台中市，胡志强就是选在 酸菜白肉锅老店设宴款待。2009年，知名作曲家刘家昌来到台中，与胡志强夫妻聚餐，同样选在酸菜锅老店。被胡志强钦点为口袋名单的酸菜锅一炮而红。2020年，卢秀燕宴请陈时中与防疫人员时，吃的也是酸菜白肉锅。我的生活圈里面，我的朋友啊，在哪里好吃，我们就会特地到那边去享用。台中目前酸菜白肉锅有蛮有好多间，各有各家的特色。我们当然欢迎这些 长官来带我们店里来指导酸菜白肉锅的好滋味，如获台中市民和市长的心。这一次卢灿之约将选在哪家店，外界拭目以待。三圈杨静翠丽台中报道。